这件毛衣啊，你说厚，我不知道该说它很厚还是不该说它很厚，因为呢它穿起来非常非常有特别的感觉哦。老实说这件衣服啊，它如果厚一点点就会蓬蓬胖胖的感觉，对不对？但是呢今年呢选用的布料，先给大家看一下，来，我们选用这个弹力透气的布料，所以呢这整件等于只有一块布而已，就这样子而已，非常的薄，所以跟以往的大毛衣都不一样。再来不一样的变化就是七分袖，我觉得这是完全现在可以穿的，它是冰冰凉凉而且还有弹性的，这是很难得可贵的哦，因为一般不会做弹性的布料在里面哦。再来呢它侧边我太喜欢了，不论是穿长裤短裤、牛仔长裤短裤、鸡皮绒短裤，它这个侧边的绒做得太美丽了，黑色超级高贵的，然后呢也显瘦，那我觉得黑色感觉就更厉害更澎湃的感觉。好，但是呢它一样都是薄的，你看黑色 QQ 毛超级可爱的，我自己超级喜欢的，然后它就是一样也是圈素雅。那我们今天想要搭配一些窄裙啊或者是短裤啊，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小辣妹的感觉，所以有一点看得到腿然后的感觉，我自己是非常喜欢。